深层的内容。哎，全全，你这拢无改吼，你甲改男生的款吼。所以你看，甲我拢同款的无？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特别调整他的身高吗？没有，没有哦，还是90公分哦。好，然后我们，哎呦，这个充满肌肉的，好，很好。再来看看这边，哎，这里也有了，有没有？哎，还跟他跟外星人。好，在这边看一下，这里哎，这一张也不错啊。你看，哎，其实用英文的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提那个英文的提示词啊。台湾玉山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玉山嘛。所以像这个哦，你就比较难去控制它，哎，因为有些时候你也知道那个就不一样啊。但是就是他给你一个做参考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，哎，这位同学有生成这个哦，好不好？还要很认真的玩玩看。哎，这里有一张了，来看一下，一样没有一个中文字看得懂，对吧？有没有发现？效果都不错啊，但是就是看不懂这个是什么字而已。好，过来过来，哦，好，这边这边，这是复古的照片，一群国中女生背着书包，骑着脚踏车，高角度拍摄哦，脸开心的脸部特写，好，哎，高角度。这一张比较符合那个感觉，对吧？好，哎呦，这个狮子鱼有比较奇怪一点。小米，你下章鱼呢？好，很显然他对于小丑鱼不太认识，所以很多小丑加鱼。哎，如果你会发生这种情形，请你小丑用英文的，你了解我意思哈？这表示他对于你这个中文理解能力不好吧？而且有些时候，说真的，有时候会有什么对岸讲的跟我们台湾讲的是又不一样，我们会有用词上的差异啊。哎，我们这边的那个马铃薯翻那个番薯，跟因的番薯不同款嘛，对不？哎呀哎呀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要啊，不，我们的花生啊。我们这边的花生，他们的花生也是不同嘛，有好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的。哎，再看一下咯，再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哦，来再看这里，这样有没有感觉真的每个人都很会生成，那我都太高兴哈。哎，看这里看这里，哎呦，这是什么金字塔盘古针，很简单，就是有点违和，可是他讲的唐朝美女，好，所以只有两个关键字符合，金字塔跟唐朝美女，没有弹古筝，对，所以你可能就要再去告诉他，好，再去请他这个。那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，我在这边46页有特别一个告诉各位，我们的提示词有时候是会变得很长，因为你要想描述的比较详述详细一点嘛，所以麻烦你放在前面的比重会比较高，因此如果像刚刚那个情形弹古筝没出来，有可能第一个提示词摆前面一点，第二个他真的不懂什么叫弹古筝，因为虽然我们用中文提示词，老实说他收到之后会先翻成英文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弹古筝那个英文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就比较难。像我最近我去那个宏光，他们那个也就是有一个叫老人照顾福利系，好，哦，老福系，他们呢研究生找我去，那要他们在做 AI 的研究，跟那个他要生成一个东西，可是那个 AI 一直生成不出来，他
它要生成五谷饭。咱讲迄五谷饭哦，有臭屁啊，啥迄兰州会嘛，啊不好意思，五谷饭，国外没有五谷饭，所以我如果直接用那个英文这样直接找，我网络上找，哎，五谷饭的英文是什么？它都生成不出五谷饭，它就是顶多就是臭屁崩，哎，就很难，对，就不容易，就是达成我要的。所以如果它的英文里面哦，就是它的那些提示词的这些所谓的字库啦，哈，里面没有这种名词，那你就很难让它去生成那个内容。这样了解咯？不过你可以先从就是调整那个就是提示词的顺序，好，看看是不是它不太懂，或是它放在比较后面被忽略的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有很多小技巧。刚开始我们生成图片很高兴啊，但是等到你要想要掌控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这个 AI 好难驾驭。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小技巧，你就很难控制它。好，所以来我们再看一下，看看同学生成的，哇，要购物哦，要购物哦。哦，来，哎呦，这位同学已经要毕业了，李佳哦。你看他要毕业的哈，然后再来区比风格，红衣的小女孩，哎呦，这个电影看太多了，但是因为你是讲区比风格，所以有没有感觉头都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定是比较可爱的风格嘛，所以恐怖电影也不会变得太恐怖，这样可以接受的哈。哎，那我们看真这边，好，这位同学的 A 底加底加，哦。果然又是继续排球，你看有没有？他在这边打排球的场景，所以他的也是蛮长的。但是他对于男生女生穿着的描述就比较多。哦，你看男的是穿蓝色的泳裤，头发短，哎，真的蓝色的短裤有吧？女生粉红色的泳装。黄色头发，粉红色泳装没有，但是有一点的黄色头发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往后面看一下。好，李佳，李佳，哎，这里也有。好，这个是刚刚那个，哎，果然是，这个就是有看到的哈，《火影忍者》又加上钢铁侠。好，所以他有没有很认真的帮你做出来？你用动作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想看看，如果你要画漫画画成这样子也很难呢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后面这里，李佳，黄昏，哦，像这样子，未来城市，哦。这样有没有发现很好玩？再来看这里还有哦，这位同学，一个穿旗袍可爱的小女孩，阿美族服饰，哎，这个就有点难，因为她不见得知道阿美，她分不清楚阿美族啊、卢凯族啊那些内容，因为那个资料比较少。好，所以你虽然叫她穿这样子，她穿的就不会是那一种。但是如果你叫他穿的是唐装，就是唐朝的服装，哦，或汉朝的服装，这个就有大量的资料，就比较有机会是正确的。好，然后这里，好，有，你看也是不同的提示词哦，立马就紧今天呢，这也有生成出来，上面真的有写字有没有？真的，啊，这里是写啥？你叫伊写啥？2062啊，真的有啊，所以真的有2062哦。2062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会写错哦，丽华哦，你不要看到2062就好了，后面多一个二哦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他不见得会很就是一定都一样的，哦，还是有很高的机会，就是真的他都是六，这个多一个，这个是错的，好。OK， 好，然后再接下来，
榕树下聚会，好，可以。哦，这位同学有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叫做等视角哦，有没有？等视图的视等角图的视角，哎，等角图，安呢？像这样子的，嗯，所以其实有些时候，你如果像就是你有学过一些绘图的技巧，是不是可以用进来？就可以像这样玩哈。好。